Hello， 小伙伴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金铲铲之战》，让你们看看我拿到了啥。艾欧尼亚文章，九艾欧尼亚指日可待，而且咱们拿到了潘多拉的备战席，好，还有，漂亮。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赶快去升到九级，就没得问题的啦。这个转的话，我准备给贝尔维斯带上，阿尔卑斯。看看这里面，哎，这怎么又来了一个他？有一个我把他先给拿过来，我给放到这儿。这个二星的我不要，我再拿一个马尔扎哈，我给放到这儿。然后我再生生不息。之前没有拿到这个文章的时候，我想玩一个六艾欧尼亚，然后努力把亚索给升到三星，那应该也挺强的。奈何他这直接给了咱们一个文章，那我这就不客气了，过分了哈。他这已经有三星的劲了，这一下就给我带走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别打了，认错都没有用，一胜一负，经济稳固。然后咱们这装备捋一捋，我看这里面都是有谁。这艾欧尼亚，这个也是艾欧尼亚，这两个都是。然后要不然咱们去抢一个这个带反曲之弓的吧。哎，反曲之弓也没有了，要不然咱们来抢一个这个，这样刚好和暴风大剑合在一块儿，搞出来一个汲取剑。变，给我放到这里去啊，然后这个没事给卖了。话说能不能把他这个给卸下来，哎呦喂，先这样来吧。其实能给这个泽利带就很香。先搞出来一个汲取剑，继续滋，咱们要把艾欧尼亚转去给需要攻速的角色带上。咚！我升，我再升，这都是变的什么玩意儿？老阿辣鸡鸡辣鸡，先这样来卖了，把这个给带了，这个也先带给他。泽利，随便来一个，然后我们接着升级。我就怕咱们这棋不好也不坏，卡在中间。升到了九级，凑齐了九艾欧尼亚，然后棋的质量太弱，然后打不过别人，这是最尴尬的。你看人家这个五艾欧尼亚稳扎稳打，哎呦，再升一下。这里面棋子那么多，怎么就不给咱们来一个呢？来一个，3-7，去拿点装备。艾欧尼亚昂扬不灭，一二，
这样的话，咱们还差了一个艾欧尼亚就可以六艾欧尼亚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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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难道又给咱们来了一个？我想多了，我以为又给咱们来了一个，金铲铲呢。哎，这个可以留下来。升级。弗雷尔艾伯德希，将迎来和平，由我亲手铸造。泰坦坚决。你看，他这里面也有艾欧尼亚，准备玩艾欧尼亚的太多了。哇塞，咱们的这德莱厄斯也挺凶的，上来就是一顿乱砍。哦，这个他不行了，司令，变形虫武器，然后治疗法球。卓尔不群，不行。法力燃烧不行，联合抵抗不行。这个给一个挑战者的文章。挑战者还多了一个。拿一个这个文章吧。文章可遇而不可求，给这个也带上，这都是用来临时过渡一下的。要打第一路，他这里搞了一个变形虫弩器，棋子的质量都特别高。完了，又把咱们给踹飞了。戳戳，戳戳。哇塞，这有没有搞错啊？这来了。祖安就是未来。先给放到这里，泽利拿下来，让他变一变。既然现在凑不出来六艾欧尼亚，咱们就先凑四挑战者。公主整的还不孬嘞，吸吸，使劲吸，吸不上来。4-4，哎，能把这个大扑棱蛾子给留下来，那将是极好的。他们先选，再选，我在第三阶段才可以拿。大白熊，你不用挤了，你挤你也拿不到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刚好可以把泽利
装备卸掉。这是在玩什么？先把它给卖了，站上，带上，带上，这个也给卖了，然后这个给他带，他这个可以升，色体拿，这个拿，这个给放到这儿。雷克赛。咱们现在拿到了贝尔维斯，我都想不明白咱们怎么才能输，你让我怎么输。棒棒棒，艾欧尼亚，一二，嗯，这里倒是来了一个，这艾欧尼亚还少了一个，手站上，这里还有一个沙弥拉，其实像色体啥的，咱们给他升一个二星的不就够了吗？还有这个，不要影响咱们的时间。我以为躲过去了呢。嗯，又没有打得过这个契机的。一、二、三，下回合。我生，艾欧尼亚，这地方在我来之前无聊到了极点。嗯，这么西呀、啊？索马西亚必须神仙氏族。哇塞，这次给的装备给我看傻了。利用好阴影，艾欧尼亚昂扬不灭，走开。适合有攻速的，给这个来。回一点血，他俩合在一块，然后这样一合，肾。阿瓦伊大白熊，打的就是你。咦，你看这里又来了一个。哇，艾欧尼亚，艾欧尼亚拿过来，然后咱们看看艾欧尼亚，现在就差了，就差了亚索，亚拉索，赶快过来。把这个拿了，就得抓紧时间了。
这个没用。哇，这个都直接拉到了九级。真的不闹了。一个异性的大喷蛾子打了4200的输出。还让不让玩了，还让不让活了。一会儿把秘法手套想办法给。不用想了。就给阿离戴上了。你瞅瞅，你瞅瞅，阿离吃下去一个，然后再升一级，刚好可以把杰再站上去。七艾欧尼亚，哎，他这还拿到了一个金铲铲的，他有这个金铲铲，然后手里面还攥了亚索，他亚索已经二星了。过分，直接给我秒掉了！你秒，你接着给我秒啊！投降了，哎，他投降对我来说比较有利，因为他玩也是艾欧尼亚，这样咱们就可以去找到自己想要的牌的概率会更大。哎呦，这大帽子！嗯，那我要个大帽子。虽然这个阿离升二星也比较给力，不过大帽子我感觉会更 happy。 你看这里又来了一个，然后拿在这儿让它变一变，这先卖了。我升，我升，大帽机，战斗什么司令？我看不懂。哇塞，他就哦，他这有一个鬼术师之境，怪不得呢，吓了一大蹦。一会儿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九艾欧尼亚。然后配上大扑棱蛾子，现在还不是。算了，我摊牌了，我不装了，我直接把所有钱都给花光光，省得到时候你们没有机会看。你已经死了，只是你还没发觉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直接升级，转圈转圈，拿过来。卡莎不需要。我是暗影，你的神。我要，我要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又来了两个，锁一波吧。我这想要一个，亚索就是不来，我感觉他也快投降了。哎，我刚刚是不是忘记把贝尔维斯
哦，贝尔维斯应该已经站上去了。我就知道，站上这个车下来，然后这个站上。如果我听起来口气粗鲁，那是因为世界等着我去拯救。我要是想赢，就得抓紧时间了。让他变变变嘛。再去拿一个装备。哦，烛光护手，烛光护手加大帽子。亚托克斯。你猜我要不要？一个，两个，这个放到这儿，然后我转圈，泽利不要，转，转，卡尔玛留下，我转，泽利不要。哇，贝尔维斯升级了，好大的胆子！还敢过来二星的黑莫丁格，我锤不死你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一不小心说大话了，不过咱们这回血效果还可以啊。二星的贝尔维斯，我就不相信我还盘不过你。有错要认，挨打站稳。这个他怎么也掉血了，给放到这边去。看着咱们这个装阵容很拉，你看这还有一星的，不过咱们这是九 IO， 325%的艾欧尼亚加成，你看他攻速直接达到了3.06。咚！说不好咱们一下就把他们通通带走了，看一下，哦，果然是的，无敌。